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录一期比较特别的视频。前两天红布林一个超时髦的正品闲置交易平台，他们给我寄了这么大一箱的中古时尚单品过来，我自己不知道怎么搭，所以就请来了我的两个好姐妹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i， 我想先跟他们两个聊一聊他们心中的跟时尚相关的问题。时尚是多种多样的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不是说流行什么什么就是时尚。那如果按照这种定义的话，我是不是也是时尚？好难接话哦。我觉得时尚还是有最低标准的，就是你是没有达到的最低标准。我觉得时尚就是一个人个性的表达。我没有个性吗？你有个性，但是你没有时尚的表达，你的追求是遮体。甚至他不想遮体，对，他可能就想裸露。但是裸露我觉得也是他个性的一个表达。在我看来，时尚可能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吧。我觉得跟自己生活态度相契合的时尚才是舒服的好的。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需要去挑战自己另外一种风格的，比如今天的曹文。从广度看，我觉得慢慢你就会耳濡目染，可能跟其他任何领域一样，如果想要往这方面做，就是要花时间。时间真的、就是、肯定是要花的、那你觉得变时尚变好看这件事情对谈恋爱有帮助吗？没有啊。真的没有。而且我的风，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动力搞时尚了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不搞时尚也没有耽误我谈恋爱。对，我觉得是。那你这个人自信是来自于其他方面？我觉得不一定，花大钱有花大钱的时尚，你花很少的钱也可以很时尚。你穿一身大牌你也可能会很土，一身优衣库 Zara 你也可以搭得很时尚，跟钱多钱少不一定有关系。在 Plum 上面有非常多从一折起的正品中古时髦的单品，都是其他人的闲置，让这些时髦的单品可以循环起来，这样也更环保。那进入下一个环节吧，到搭我的环节了。兴奋不起来。感觉像一个又时髦又商务的女强人，有吗？有吗？是不是该搭鞋了？一身已经很暗了颜色，所以可能搭这双金色的鞋会比较好吧。这个是一个什么？这个好好看，这是一个宝格丽的吊坠。跟今天的look还挺搭的。去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，我觉得下一次你可以穿这一身，不要再穿着你的牛仔短裤还有你的 T 恤了，好吗？好，答应我。好。开心。小关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啊。有点女企业家的感觉。成功又时髦的女企业家就不俗气了。好好看，好显瘦啊。小关，你觉得他更适合穿 T 恤还是更适合穿卫衣呢？我觉得有钱的话就都买下来呀。又回到了我们的 Plum 平台，同样的价格在 Plum 上面可以买两件哦，或者三件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这里。哎，你们俩可以同时穿进这条裤子吗？两个人的裤子一个人穿，感觉自己俏皮又时尚。我发现 Plum 上面的东西颜色都非常棒，他们全部都是正品，他们有20多道鉴定工序，而且跟日本的一些中古店是有合作关系，所以很多单品也是会从日本直邮过来的。成色真的都很好，这个手包，这个 LV 可爱的小手包也是 Plum 上面的。小关，小关喜欢吗？
这是我们两个走吧，为什么要在这儿撒狗粮呢？对，刚刚那个是母女，现在是姐妹。飘走，不想录了。走走走，拜拜。飘走，今天的野人改造成功，成功，耶耶。最后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Plum 这个平台吧。 Plum 在做的是一个超时髦的正品高端闲置交易平台，他们收到商品之后会进行线下审核清理消毒，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商品的卫生问题。现在在 Plum 上购买还有我的专属优惠，下载 Plum 红布林这个 APP， 打开它挑选你想要的中古奢侈品，下单时输入专属优惠码草岛，有30元无门槛优惠券哟。来 Plum 购物就像在逛买手店，这里的每一件都是孤品，做最独特的时髦的自己的同时，还能实现